次咧係咪第一次出席呢一個香港嘅活動咧？咁佢就答翻咧，其實都唔係嘅，之前咧都有做過呢個 fan meeting， 都有嚟過香港嘅。그리고또이렇게좋은기회로또다시홍콩에찾아올수있어서굉장히기쁩니다好開心啦！今次可以有咁好嘅機會啦，再來訪香港嘅。嗱，跟住我會問啦，以往咧就係出席 fan meeting 啦，咁今次出席品牌活動嘅感覺同之前係有冇啲咩唔同嘅咧？많이다르죠아무래도팬미팅은이제저의팬여러분들을좀만나볼수있는기회였다면이번에이렇게티파니와함께또좋은행사에참여할수있어서굉장히영광이고굉장히행복합니다佢又覺得非常之唔同嘅，因為之前 fans meeting 嘅話主要對象都係佢嘅 fans 啦，而今次就可以參加 Tiffany 呢一個咁好嘅活動啦，覺得非常之榮幸啦，亦都係覺得好幸福嘅。跟住之後咧，會再問下對香港嘅印象係點樣樣啦。홍콩嘅第一印象又多謝啊。우선음식이굉장히맛있는나라로또한국에알려져있고요또굉장히볼것도많은곳이라고생각합니다咁香港嘅話咧，喺韓國咧都非常之出名，就係啲嘢食好好食啦，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嘢可以睇嘅。跟住之後咧就會再問一下，一年拍咗好幾套嘅電視劇啦，演出都好令大家印象深刻嘅。咁依家有啲咩角色咧，佢係想嘗試嘅咧？제가해보고싶은뭔가작품은그런액션 액션영화를또한번해보고싶은갑자기생각이드네요홍콩에오니까네因為今次嚟到香港啦，所以特別咧就更加想咧去做一啲嘅動作劇嘅。跟住之後咧就會再問一下啦，因為有報道咧都會指炯植咧佢會演出新作《金銀島》啦，咁所以都會問一下佢係咪有好消息同大家分享，係咪確實參演《金銀島》呢一個嘅電視劇咧，同埋會唔會可以分享多啲關於佢嘅角色同埋故事內容嘅？그보물섬이라는드라마출연확정이라는기사가나왔는데혹시그게사실인가요그리고그역할이나시나리오좀소개해주실수있나요우선사실이고요네이제곧또촬영에돌입할것같습니다보물섬은굉장히이제큰대기업에네이제제가굉장히바닥에서부터힘들게올라와서그안에서의또이제이루어지는스릴러또장르적인굉장히요소가큰작품인데요많은분들이또저에게서새로운모습을보실수있지않을까그런기대를하고있습니다咁其實呢一個報道咧係啱嘅，嗱已經係確定會出演呢一套嘅電視劇啦。咁即將咧亦都會進入呢一個拍攝階段嘅啦。咁至於個故事內容咧，其實就係講緊關於一個大企業嘅故事啦。佢咧係由好低下層咧一度咁樣做上去、爬上去嘅一個故事嚟嘅。咁當中咧亦都可能會有少少嘅驚慄元素啦。咁應該會俾大家咧睇到佢一個好新嘅演員面貌嘅。接下嚟就會問翻話有外國嘅網站啦，分別票選韓國最靚仔嘅男演員啦、韓星入面最理想嘅男友啦，同埋演技最好嘅男演員。咁而朴炯植咧都係跻身十大之列嘅。咁我問翻佢到底覺得自己邊方面最吸引呢？저도잘모르겠지만굉장히또많은분들이사랑해주시는것같아서굉장히행복하고감사한하루하루를보내고있습니다앞으로도또좋은모습보여드릴수있도록노력하겠습니다咁其實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最大嘅魅力係啲咩嘢嚟嘅，咁但係咧，大家都好中意佢啦，咁所以佢覺得非常之幸福，亦都好多謝大家。之後咧，亦都會以更好嘅面貌咧去報答翻大家嘅。跟住最後嘅一條咧，就係講緊話父親節都就嚟到啦，如果要揀一份高級珠寶首飾送俾爹哋，咁朴炯植會選邊一款呢？사실홍콩의아버지의날이다가오고있는데요가족과사이가굉장히좋으시다고들었는데혹시하이주얼리를선물로아버님께드린다면어떤디자인으로하실건가요저희아버지가시계를좋아하시기때문에네시계를선물해드리면굉장히좋아하시지않을까요 네, 네현실적으로는선물해드리기굉장히값비싸겠지만네마음은네사드리고싶습니다咁其實佢爹哋咧都係非常之中意呢一個手錶啦，咁所以咧佢應該都會送一款手錶俾佢嘅。即使手錶可能都會比較昂貴少少啦，咁但係佢都覺得咧係意義非常之重大，都會想送俾佢嘅。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